里啊？你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？我告诉你哈，你以后不要叫我张妈妈，我要跟张刚离婚了。离婚？离婚？对，我现在要回娘家，我跟那个张家哦，以后一点都没有关系。好给张好。张妈妈，你要走了？张妈妈，我不姓张，我姓李。哦，是李妈妈哎，李小姐。哦，李小姐，那你走了。大冠怎么办啊？他今天要出院呢。大冠，是他们张家对不起我了，我现在都不要管他们了。阿木，啊，你给我们大冠说，说我们常常回来看他，叫他晚上睡觉要记得盖棉被，才不会感冒。好，我跟他讲。陶哥。难过了。妈妈，不是的，是你妈妈啦。张妈妈，不要退了。那会怎么办？会变这样子啊？一定是张伯伯欺负张妈妈，张妈妈才要和张伯伯离婚的。阿 Kim， 她现在是李小姐。他已经跟张伯伯离婚了。不，他永远是张妈妈，是我心目中的张妈妈。哥，我们去把他追回来。走啦。哎，阿 Kim， 算了啦，大人的事我们又不了解，不要管，赶快到医院看大冠吧。好，走吧。阿琪，女孩家怎么会这个样子？我又没有怎么样。张伯，哎，张伯伯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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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干得好了吗？跟你说呢。废话，当然好了。去奶奶，去把试试看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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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琪帮我拿着。快啊，大怪你干嘛？二三啊，来，大怪，来。哎呀，好了。还刚刚好，省点力气吧。就是啊，何止他平常比不过，现在想趁人之危啦。对不对，干妈。哦，对了，张飞，我们刚刚来的时候啊，遇到张妈，她坐在三轮车上面，带了好多行李啊。她说她要回娘家。哎，她还说了什么？她说她是李小姐，她要跟你离婚哦。她离婚了？这个女人，你爸。你是不是又打妈了？我打他，我有几个胆子？是他打我。大怪，这就回去，我到火车站拦你妈去。哎，爸爸，伯伯，哎，怎么这样子啊？大怪，你妈妈还好吗？还是一样啦。哎，你不要去吵他。哎，他会醒来吗？醒来也不会见你啊，他只见我一个人。嘿，大怪，那可不一定哦。那你就去不一定吧。哎，走快走快。大怪，哎呦，你真是……哎，好了好了，阿木，你烦不烦啊你？大哥，我们去庆祝快！哎呀，不用庆祝了。我跟你讲，我老舅今天晚上带我去那个去哪里？哎，快说啊，快说啊！去哪里啊？哎呀，来来来，我们到这边，到这边。我跟你讲，我这……你们在说什么？我要听。哎，你不要听啊！阿琪啊，你先走开了，拜托了。明天啊，我单独陪你好不好？真的啊？那当然喽。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你每周骗我。啊，那多一次有什么关系吗？不行啊！哎呦，拜托啦！哎，你想想看嘛，如果我妈回娘家，你不是会来帮忙看店吗？对不对？嗯。那到时候我们不就单独在一起了？啊？好吧。啊，哎，先帮我把这些东西拿回去哦。好乖。好，哎，拜拜。哎，你不能再骗我哦。好了好了，绝对不会骗你。快回去，快回去。拜拜哈，拜拜。到底要去哪里啊？我跟你讲哦，我舅舅晚上带我去你爹妈那里。真的？一起来，一起来，晚上。我要准备什么？啊？啊？哎，你想干什么？什么？我是想啊。哎，没什么啦。没什么。你这个贼货啊！小心点，小心。
大叔，大叔，大叔，他就想要打我，他就想要打我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哎，哎呦，其实啊，你的命很好了，这老朱啊，平常啊不敢对你怎么样，所以啊，他对你大声一点了，你就觉得他对不起你了。哎，你看看我姐姐跟我姐夫，天天吵架，哎，还打架呢，现在还不照样过了？哎呀，惯习的后啊了。哎呀，那你意思说我被骂还不够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怎么会这么说呢？哼，你到底是不是我的朋友嘛？是是是，我当然是你朋友。是我朋友，你就应该帮我说话啊，对不对？好好好，帮你说话没问题。哎，是是是，这个老朱啊，真不像话，他怎么可以打你呢？啊，这太过分了嘛，你说对不对？啊，哎哎，就是啊。哎，谢谢谢谢。我是他老婆哎。哎，荣高是个什么东西嘛？嗯，他又不姓朱，哎。他跟我们朱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哎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是王元礼的种哎，他是别人家的种，他跟我们朱家根本没有关系。那死老子是王八蛋，为什么要那么护着他？荣高他可怜嘛，我也知道很可怜啊，我真的我也很同情他啊，可是那个死老子，他认为我在整他，认为我在欺负他。是马东西吗？是人我就不是人吗？他是什么话？谁可怜？我才可怜啊！我可怜啊！哎，老少爷，哎别吵啊！别吵！哎陶哥，不要回家！谁啊？明天早，明天早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走走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不要回家！哎，别这样。我要喝酒，再见。好，这糟人哦，把这个林小姐我胸拍破了。真的？难道我妈不在哦？出去。哎，真有够难弄的。哎，阿木怎么还没来啊？哎，舅，你想吓死人呐？哎，你妈呢？她翘家了。翘家？又跟你老爸吵架了？谁知道？哎，舅啊，你去哪里了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不是带我们去叠电话吗？我带去东丢了。哎，阿财舅，你今天真的要带我们去见识见识啊？当然是真的啦，新开的一家，一直没时间去捧场。舅，我看你是没钱吧？哎，你舅舅我行情好得很嘞，怎么会没钱？哎，舅，干嘛？有钱你还跟猴子挡狼干嘛？猴子？嗯。哎，阿财舅，这件事我叫大官不要提的，他就是这样子，我也没办法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猴子，我什么时候跟你借过钱啊？啊，我亲眼看见的。哎，大官算了吧，反正也没多少钱嘛，算了。就是嘛，待会我到店里啊，我花的更多嘞。丢掉，丢掉了。哎呀，丢掉也塞啦，承认就好了嘛。哎呦，我只记得人家欠我的，我欠人家的，我记得干嘛？走不走啊？走走走！哎舅，干嘛？等一下，阿木还没来啊。对，等他一下。哎，你们俩臭小子把我当潘娜了啊？敲凯子还有这样敲法的？还有没有？不是呢，难得吗？啊，好了好了好了。什么味道？这么浓啊？舅，是不是你啊？舅，你是不是去鬼混的？不是我了，明星花露水你都闻不出来啊！明星花露水打破了，那有卖啊？有啊，有吗？奇怪。嗨，阿木来，你干嘛？下地上呀？做什么了？你喷了几百瓶的？我的妈呀！哎呀，不要了，咋的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来迟了。你们笑什么啦？笑笑笑笑！你们懂什么？阿木，来来来，拿出来就看看。哎呦，今天穿那么漂亮，
嗯，子顺，来，你们看到没有？政治标记呢？对啊。想念你的，想念你的，我爱唱的那一首歌，蓝色的街灯，你别在街头。哎，傻姑啦，哎，好久不见了，阿伯你好，哎，你这个死阿才，阿诺，等你等到现在才来，你要让我失眠困没去啊？我这不就来了吗？啊，今天晚上我保证让你睡得很好啦，哎，走，舅，七点，来跟我撒娇，哎，来，通通下来，来，站好，哎，站好啊，哎，大哥你过来，哎，给你介绍一下，哎，这个就是，哎呀，我那个姐姐的儿子了，哎，叫大冠了，你好，这两个都是他的死党了，哎，这叫阿高啊，大姐，哎，阿木啊，不错，要死我，带自己的外甥来这里，也不怕姐姐骂。骂什么？我是在帮他教儿子呢，还骂我？他该感谢我还差不多了。哼，厉害了，更厉害了。哎，猴子，你先走啦，我不敢啦。那阿木了，阿木行不？哎呀，我不行啦，那大哥快走。哎，你们三个还在那边干什么啊？你们以为上天台很有面子哦？碰到熟人就死定了啦。哎，还在那里，赶快进去啦。哎学我舅舅的样子，快！学样子。啊，要喝什么？喝茶。什么？喝茶？哎，你有点水准好不好？来茶室不喝茶，那喝什么？对啊。哎，来茶室不找女人，你来干什么？啊？我拜托你们好不好？啊，不要这么像叫菜椒啊一样了啊！这样子我面子往哪里摆啊？喝茶。阿木啊，你看什么？装样子啦？哦，我没有啊。你们不要笑他，其实阿木最像了，茶室的呀，就是那个样子啊。哎，对了。休假嘞。哎呀，傻姑娘，进来啦。好，马上来啊。哎，找钥匙拿。好，来，张帆呢？来，韭菜赶快送上来啊。赶快进来啦。来太好，交给你喽！来，进啊！猴子啊，他比较适合你哎。哎呀，你不用说，坐好了。阿木啊，是我们的服务最好的耶！哇，哎呀，张九，服务都这么好了。来，灵柩了，来，大家一起来哈！哎，我们这个敬大官出院了。哎，对。祝你身体健康，好，死里逃生。你才死里逃生嘞，傻木。嘿，鸡骨丢啊！啊，这个大难不死，啊，就必有后福啊！来，贾后令，来，倒酒。龙高，
我是老杜，荣光他醒了，那太好了，他没事吧？荣光不见了，不见了，我不懂你的意思。没人知道他醒来，也没人知道他去哪里了。你在那等着，我马上过来。人，你没事啊？没什么，我有点急事要出去一下，你先睡啊。对啊，阿才舅，你不是我舅舅，那我总可以了吧？我也可以呀、啊。通通都不行了，你们在我面前都是小孩子了，叫女朋友可以，这边的女孩子通通不能碰。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怕你们搞不清楚了，他们搞到最后，又跟白雪跟猴子一样了，弄得大家乱七八糟。舅，没关系啊，阿才舅说的没错，我和白雪。是把大家搞得乱七八糟的，可是阿才舅，我要说明一点哦，白雪和这里的女孩子是不一样的。哎，哦，我不是说白雪不好了，我只是比喻比喻，白雪啊，不会了。来来，花姐，来来，花姐来，是你吧？嗯，来来，花姐来，算了，喝酒来，我要去尿尿了。去啊！不要理他，来，三姐。哎，小姐，对不起。白雪，张大贵，龙哥。龙高，裴玉，袁磊，先坐一下。裴玉，有没有看到龙高回来？不知道啊。裴玉，怎么样？没有回来？好，你没睡醒。我到龙高房间看看。龙刚不在，会到哪去呢？走，我们问张刚，也许龙刚会跟大冠他们在一块儿。想念你的，想念你的。我爱唱的那一首歌，蓝色的街灯，你别在街头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大清把我转卖到这里来啊。一直都没有离开啊。可是你人既然在这儿，那为什么？你知不知道啊，
猴子想你都快想疯了。白雪，小丽，小丽呀、啊，小丽，小丽，哦，小丽、啊，不能这样，戳开你就不会当修补了啊？少奶奶啊，怎么就轮到我啊？啊？哟，脸还会红哎，真有趣呀、啊！哈，小丽，快点去吧，爸爸在骂了。我知道。白雪，你在这儿叫小丽呀、啊？嗯，老板取的。小丽，快点了。对不起，我必须走了。张大怪，你们告诉子龙，我是这里。那当然了，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吗？如果要见子侯，我早就去见他了。可是很多事情最好过去就算了。你想跟猴子算了吗？行行行，大嫂，没有，谁谁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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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，晚上晚上。对了对了，哎哎，大罐子，啊，你是去拉牛屎的？哎，不然别在这里了。对呀，那么穷，快来坐，快来坐。这一点意思都没有啊！没有，你厕所蹲着。哎，我觉得很有意思啊。你啊，你会不会压死人？人家现在阿爸是青云红毛哎，哦，嘿，这还有啊，来来来，华泉，嗯，两个，哦，那厉害，没有，猴子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啊，好，什么事啊？来，倒酒啊，没什么啦，不要喝太多，都喝醉了。哎，你少来了啦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干杯干杯，来干杯干杯干杯，嗯啊。哎，好啊，小乖，啊，你教这些小孩子唱那个姐姐妈妈了，哎，对，哎，怎么唱？好，好，教他们唱姐姐妈妈，好，来来来，开始，啊，鸡嘎能嘎，鸡嘎嘎，啊，来来来，跳跳跳跳跳跳，来来来，跳跳跳跳，好，跳，对，跳美声，跳，我们唱歌跳舞，我唱歌等。家风东北扬，东北扬，一扬能扬，一扬扬，大声点呐！扬扬扬，听到没扬？大官怎么了？起来跳！哎呀，没意思啊！你们玩就好了嘛，你们玩就好了啦！起来啦！哎，阿琴。有重要的事情，你知不知道他到哪去了？不知道，他们去哪里是从来不会让我知道的。不过我看得出来，他们今天一定是去找女生。啊，找女生？是不是跟荣高约好了？不可能啦，就算我哥哥要去找朱荣高，也不会把一瓶花露水用光啊。哼，他们这些男生我最清楚了，说什么要庆祝大官出院，其实就是偷偷跑去茶室玩，以为我不知道。茶室啊？你是说他们都到茶室去了？嗯，大王跟我说的，说阿才就要带他们去，去哪一间我就不知道了。这个阿才啊，净不做好事，怎能带他们到那种地方去呢？人里找他们去。不用急着找他们，既然他们都在茶室，那就表示荣高不会跟他们在一块儿。我看当务之急还是先把荣高找到。嗯，张伯伯，荣高怎么了？荣高不见了。阿琴，赶快设法找到大冠，告诉他这件事情，顺便警告他们，咱们快点回去。哦。任理，我们再回医院看看。哎，对对对。奇怪了，朱荣高不见了。他不是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吗？
偷吃人家豆腐。猴子，你怎么又喝醉了啦？没种啊，这是每次都喝醉。行了，对，喝嘛。我到车上躺一下，躺一下。猴子，这边的。哎呀，好了，哎别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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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嘿，哎，大哥，我请你吃宵夜啊，走。不行不行，里面还有一坨，改天改天啊，回家回家回家。不行，你要走，你亲我一下，我就放你走啊。你呀。啊！脚上脚上啊！哎，帅哥啦，我也要，好的，我也要。哎呀，去找阿麦去！哎呀，哎，让开了你，讨厌！亲一个吗？讨厌了。你亲我这边，讨厌。这边，东家木。阿奇嘛，你在这干嘛啦？你要是敢再亲哦，我就回去告诉爸爸。慢点啊，再给他。别真惊啊！你也教人早来行地点嘛？阿德就带我们来的啊！你是啊？你讲啥来？啊！爸，哥刚跟你一样，亲女孩子哎！啊！亲啊！你讲啥啊？这是什么所在地啊？哪来哈？阿爸，阿德就带我们来的啦！叫人朝你来的长官啊！阿爸，你电话你都没应该来的，你也来这里啊？哇！啊！你这不正经啊！阿爸，你刚压东西多了，啊！你跟我来比一下，你就打了啦！哎呦，爸，别打了！哎，你干嘛？哎呀，活该！活该了，暴气了，干干干！阿木，你活该啊！张大怪，你也不用笑啦，张伯伯已经知道你来这里玩了。你少来了啦你！嘿，像，嘿，姐夫他知道了。他说的啊，哎呀哎呀哎呀，哎哪在了啊？哎舅，你少听他胡说八道了，我爸要知道的话早来抓我们了，对不对？他们是要来抓，不过他们有更重要的事去做，他们要去找朱荣高。哦，嘿嘿，找朱荣高。对啊，朱荣高不见了。啊，不见了。想念你的我爱唱那一首歌，蓝色的街灯，你别在街头。会不会在家？哎呦，怕什么了？了不起，骂一骂，打一顿就好了。哎呀，早就惯习了。哎呀，去睡觉了。舅啊，你先回去了，我到隔壁去看一下，搞不好荣高回来了。好好好。别闹了啦！大怪，大怪，荣高，小心一点！你怎么跑出来了？大家都会找你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大怪，我想离家出走。啊？离家出走？
从那里家出走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你的家人在这儿哎。家人？谁是我的家人？我爸爸不是生我的人，生我的人又不愿意要我，我没有家人。可是，你就这样走，朱伯伯他会很伤心的。我留在这里，伤心的是我。荣高，你不能这么自私啊！我这不是自私，我是在解决问题。我在想，也许我离开，王叔叔他就不必担心他的家庭会不会破碎，而我爸爸，他也可以跟我二妈过着真正属于他们的生活。我离开对大家都好，对我不好。你，你走了，我怎么办？龙哥，你有没有为我想过？除非你根本就不喜欢我。大怪，你是不是选我？有很多事实你必须要接受。你喜不喜欢我吗？我是喜欢你，可是我不能因为这个原因而留下来，我必须要走。荣高，我听得很高兴，真的很高兴。哎，大官，我还是要走。我知道。好，我跟你一起走。火车来了。还是报案吧。他为什么要走呢？阿卓，回去吧。你睡，你睡。
水啊！哎呀，好大呀！哎呀，好大呀！我先把大坏蛋查下去，你查我！哎呀，我哎，你别挂，我是舅子，可不娘儿子，赶快拿！到处乱跑啊，到那种乱七八糟的地方鬼混，你想怎么样？哎，你想怎么样？想把韩高给你认为出去是不是？我只是带他去看看眼界，只是看看，又没干什么啊。这还得了？我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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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夫，你放心啦，我是他舅舅，我会看着他，我会负责的啦。你负责，啊、你负责，负责负责。哎呀哎呀哎呀！哎呀哎哎哎！来来，你打不到我，莫下来。哈，扶你下来我就倒霉了。不服我你一样倒霉。没打到吧？哎哎，姐夫，你鞋子很贵的，你会丢坏的。打不到，打不到，打不到！有种给我站住！想念你的，我爱唱的那一首歌，给我站住！阿爸，阿爸，哎呀，阿爸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怎么样吧？哎，怎么样？哦，哇，您爸来，你这不欢喜是？用安尼要搞暗杀咯？对不起，阿爸，都是阿才嘛，他是不闪的话，就不会打到您了。我要是不闪，我就被你打到了。讲这种话，哎，是你头较重要，是阿爸头较重要哈。好啊，好啊，来，两个手拢甲撑出来。啊！哦哦，慢慢来，我努力啊。哦哦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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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有啥？没有，阿弟，阿弟，这样你赚多少钱啊？变了，叫你拿拉倒。好。啊好，我付我付。啊来，不用找了。相公，不用找。哎是，哎找。啊啊啊！找钱找钱。哦。哎。谢谢。哎，啊，手机我拿。不要了不要，我自己拿了。哎呦，对吧？啊。哎呀，我娘请了你哈。啊。啊。你做迄个袂用甲人讲的代志，叫人抓到哟。不是啦，我在睡觉被姐夫打起来的啦。阿爸，他带大官到爹爹骂找女人。啊！哎呦，阿爸呀，你做人什么阿姑？阿哥偷偷在给找查某。哎呀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好啊啦！要不我家到底是什么人在做主啊？我。谁？不是阿爸，阿爸是你做主了。怎样喽？阿三，免谈我的呗。哦，啊，免你啦。阿爸，你看下面。啊，阿仔。啊啊，哎哎哎，哎，秀金。啊，走开啦。啊，阿仔呀，嗯，较早你虽然你是阿爸，常常爱你去四季佚佗，阿今嘛换老啊，换你服务啊。阿爸，以后我天天扶你去散步啦。你就是出这个怪老阿嘴，虽然你是阿爸，才无好我给你教死。阿爸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生意做得很大，衣服卖得很好。哎，秀清，你是不得丢秀啦？哎，秀清，怎么回事？你该让我知道啊！哎，秀清，到的。哎，舅母，你阿公婆到底是几个啊？哈，一个来问。阿爸，他。阿爸，我要跟你离婚啦！啊，哎，秀清。对，哎，秀金，哎，秀金，阿爸，你看，再过来看，再过来看。
爸，爸，子红，不要叫你爸。他昨天啊，整个晚上没睡，让他睡一会儿吧。我知道啊，我只是要问问他找到龙刚了没有。龙刚？龙刚怎么了？龙刚不见了。不见了？怎么会不见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大概是为了他身世的问题吧。算了，让爸睡好了。我看我还是找大官问一问啊。爸，我走了。该把荣高的事情说出去。荣高。